公分，体重54公斤。他的三围是33、26、37，今年27岁，身高174公分，体重52公斤。体重53公斤，三围为32、24、32，现在就读于台中科技大学。杨云瑜佳丽再次的带到大家的面前。5号的张真瑜佳丽，6号的刘义恩佳丽。大家辛苦了，我是3号李君怡。今天得到第一名，其实我也有点惊讶，因为其实很多佳丽都表现非常优异。那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这个选美，因为在此我也成长很多，非常感谢各位老师。跟各位评审大哥，谢谢大家辛苦了。苹果爆料拿200万，第一周冠军出炉，恭喜高先生独得奖金20万元，点阅数25万次。弟弟不特别奖 A 小姐独得奖金10万元，爆料一举数得6月每周20万，月冠军大奖200万等着您。